心里边挺忐忑的，为什么呢？黄小黄打电话让我一定来一趟，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但是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。跟你们说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个小区我到谁家去我都挺平安的，只有来这儿我心里边特别忐忑。为什么呢？这边住的是黄小黄，这边住的是大美，这两个人是我们小区著名的大龄单身女青年。这俩人平时可好了，表面上，实际上俩人暗地里掐，真掐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们两家，比如说都让你来干活，你先给谁干后给谁干，你干不好你都容易摊上事儿。但是今天呀，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，因为今天是黄小黄打电话找我，大美并没有找我，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黄小黄，黄小黄，赵刚呀，哎呀，大美，哎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大美，我走错楼层了，我应该去你们楼下赵姨家。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回来，来都来了，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，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？行，啥事儿你说吧。我要洗个澡。咋的了你？大美啊，这事儿我帮不上你忙，你就放了我行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你过来，我没说完呢。我是这样，我说我想洗个澡，是吧？然后我一进浴室一看，花洒坏了，不出水了，我想让你帮我修修花洒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花洒坏了是吧？你吓我一跳！你下回你说话你连着说，你别一股了一股了的。我没等说完你就扶墙了。对不起，就是赖我，那扶墙还扶早了。对，这样，大美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帮你修，好不好？我在这等一会儿。等啥呀？啥意思啊？你就是每次要帮我干点活之前，得先帮黄小黄干点啥是吧？没有啊！你看你啊，大美子。喂，大美啊，来公园一趟，有话跟你说。两个九，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。这里有雨呀，这里有北京，还有两个拿着牌的木乃伊。有啥好事？丽丽啥呢？在这儿，咋的了？你让谁欺负了？来吧！啊，咋的？有事说，咋的啊？阿晴子，上！玩真的是吧？大美啊，今儿天气怎么样？挺好。那心情呢？心情，今天最好不要跟我提心情，我告诉你，那叫一个凄凉。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双十一，光棍节，那简直就是我们单身狗的黄道吉日啊！我提心情，那就说明。那心里没个人啊，这不消停。但是你现在你想象呀，突然有个大帅哥突然跑过来，咵一把扔老怀里，完事你能。然后呢？你接着说。然后心情就好了，然后就对着全小区就大声的喊啊！从此以后我就是大情人了。还哼唧呢，哼唧的比说的都清楚。你就是想让我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大琴子的人。不是，我没说，我说有大帅哥。哎呀妈，在你眼里有帅哥吗？那有一个帅哥出现在眼前，你不早把他打住院了？啊，就你这心眼儿，你跟我说啥意思？你今天啊，你已经把我惹生气了，知道不？还第三人称，还大帅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生气了，我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，你非把我哄好了不可。我告诉你，非把我哄好了不可，没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站住，站住，哎，黄小黄。别乐了，大琴的要够呛。哎，大美，
手下留情，别把大琴打坏喽。咋没声了呢？是不是使了？大姐不吃啊？吃什么吃啊？气饱了。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看你还生气？送你四个字，别进我屋。哎，还要给我犯驴还？什么了不起的？大姐不在，大姐夫不做饭，难住我了，难住我钱顺风。哎呦，哎呀，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老公还没做好饭啊？大姐夫犯驴不做了啊？没事，出去吃去，咱有钱。对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什么了不起？二姑父啊，你们要干啥去啊？出去吃饭去啊？对呀、啊。出去吃啥呀？小米粒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现在饿得不要不要的了，这个时候岂能无我？我用洪荒之九牛二虎之力，给你们做了三种不同口味的食品。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别总看不上人家王小倩，王小倩挺好，就是除了缺心眼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恰恰 就吃这个，你真好。麻辣味的，榴莲味的，红烧味的，任你们随意挑选，不够吃的话回家我再给你们泡。方便我家没有啊，我非用你泡啊。你说整个破面条子这么大家伙事搁哪儿整的？饭店租的。你有租这个钱，你不能给我买点饭呐？猪脑子。小米粒儿，你看不上他挺好。对，他除了缺心眼就剩彪了。王小倩，你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我现在要吃饭，你给我走。吃饭就吃饭嘛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我给你们做点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哎，王小倩，你会做饭？二姑父啊，看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吗？看过呀。我没看过。什么意思你？我想让你们的舌尖尝尝我给你们做的饭。哎呀，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还真想尝尝你的手艺。二姑父啊，给我打个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。不打不打的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二姨子，我踢死你。我信。二姑，给我打个下手。干啥？帮我把菜洗了，帮我把菜剁了，帮我把菜炒了。他干啥呀？看着我就行。不要脸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一物降一物。臭不要脸！二零，我跟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行行行行，准备好。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脸你一点都不小，长大。哎，他现在冒油，自带油彩。啥意思？这就对了啊，就是要做一个这么好事儿，好好期待。是，就你这么干，将来你就能当上副经理。我听这个酸呢，我当副经理了啊，还有这么多呢。哎呀，忘了，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，当个正经理，你就当副经理。喂，经理啊，我田经理，嗯，好的，我马上。行，你放心吧，马上到，我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位是谁的？黄小。心里炸的。尊敬的业主黄小黄女士，验收你的车位。训练挺有素啊，经理。挺办事儿。办事，啥事我都知道了。你有重要的事啊？就是什么、啊、什么你什么隐私什么，反正安全是这么说吧，就是你呀，这个排位的话，基本就活不。有这个排位我才活。口误，车位。这是总结一句话，你需要这个车位，那是得是吧？哎呀，啊。我就告他能给我留车位吗？他什么人说话他听？哎，不是我没明白。哎，你我叨那是隐私，你的意思？我叨，说是假的，啥意思？在这扯，要扯犊子呢？漂亮，哎，你看见前面那个路？直走，哎，一直走，对，简直走，然后右转。于小亮，你啥？没啥意思，我告诉你，这现在这个车位。给帮子让你给我站，现在我于你而站。行，行，你是谁？你不正常了，你不正常。啊，我在车位，我给你站定了。好了，
他俩行啊，你能给秘密站是不是？你没有正经事啊。于校长，你知不知道我跟赵刚子啥关系？俩个我本物业与业主的不对，说不清。我，你这车位今天赵刚子来了。哎，老刚子，你可来了！别小脸烫，别小脸烫，别小脸烫。啊啊！做了啥？啊？啊？啊！我对他做了正义的事。骗人！他要把你是吗？你看，小脸啊！我刚才走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你？怎么能留给秘密呢？灭亲，你灭了谁了你？灭我！闭嘴！卑微，卑嘴呸！还我卑嘴？我们咋？你再讲两句词儿，把这出来了，出来呀！你找我是有。